黑怪，快醒醒！机械兽变不成超人。黑怪就是超人。望向超人，你是我们的大英雄。你很有眼光啊！你是谁？这可是混元帝心腹爱将爱成大人。神兽战队，你们惨了！哼，谁惨还说不定呢。黑怪，他们不是好人，别被利用了。别听神兽战队的，他们就是不想你也变成超人，抢了他们的风头。胡说！黑怪，你变超人是为了帮别人，是好事。那神兽战队为什么要阻止你呢？因为他们也是超人，是你的竞争对手。竞争对手？没错，神兽战队是我的竞争对手。我才是最厉害的超人，别以为只有你们会召唤神兽，我也会。要召唤双翔金刚，召唤汪翔金刚。想象中不一样啊，真是太帅了，比神兽金刚帅多了。现在去打败神兽战队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黑怪，超人是要保护弱小的，你这样成不了超人。谁说我不会保护弱小？明明是你们抢了我的表现机会。小鸡皮！赵燕。小鸡皮，这跟想象的不一样啊！我才是爸爸，救人的应该是我。神兽战队，你们又抢我风头！没错，他们不仅抢你的风头，还要抢走你最亲的人。你们。黑怪，干掉神兽战队，你就是唯一能保护小鸡皮的超人了。对，干掉神兽战队，我就是唯一的英雄了，小鸡皮也会有我守护。小鸡皮，小鸡皮别怕，爸爸会保护你。小鸡皮，原来黑怪真的想保护小鸡皮。也许他想当超人，也是为了小鸡皮。黑哥。就你这装不清风的样子，能保护谁？想当超人，下辈子吧。
黑怪应该是沉迷在虚拟世界的强大幻想里，无法接受保护不了小鸡皮的现实，才被黑鲸趁虚而入。神兽战队，你们一定要把黑哥救回来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大家召唤神兽金刚！召唤神兽金刚！想阻止我？哎！危险！速射！群雄逐鹿！尝尝我的能量炮！我的护盾可比灵犀金刚的厉害多了，你们打不破的。看来只能从后方突袭了。飞虎扑击！呀！快攻击！寒霜吐息！陈锋，干得漂亮！伤害你？谁和你们是朋友？我要打败你们，成为唯一的超人！黑怪烈焰斩！你们怎么样？哈哈哈！我才是最厉害的！黑怪还不彻底消灭神兽战队？黑怪，你够了！真正的超人应该心怀正义，守护弱小。而不是四处破坏，沉迷妄想，伤害朋友。我拖住他，你们快合体了结他，奋魔锁！呀！我们当你是朋友，一直让着你，但现在我们要认真了。必杀！神兽金刚受神功！黑哥，你总算变回来了。我沉迷妄想，差点害了大家，对不起啊！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以后可要照顾好小鸡皮哟。小鸡皮呢？小鸡皮在这儿。小鸡皮，小鸡皮，我来教你。小鸡皮由我来守护。黑哥好帅。哼，黑大人，等等我们。我的小屁屁，
黑怪，其实你已经是超人了。哎，我是超人，只要勇敢守护别人就是超人。哦，没错，我就是小鸡鼻的专属超人。哎，哎呀，我的鼻子，这和想象中根本不一样啊！哎呦。